今天这饭菜可真投了啊，超级无敌大饭包啊，别凉快。哎呀，呼呼土豆，来点红烧肉啊，这样心思往里搁啊，再来点香菜，妥。哎，这羊肉一口扣肉油拌虾，哎呀，饭包给他一打啊。老毕呢，就这些打不下，再来一个。哎，正好。先别一会儿，这口条那天我雷一个没雷咋地？正经玩意儿，这好吃。哎呀，口有点大。你这辣椒没有了啊？就剩这么两个。哎，不喝饭了，就这些了。这个花生米两天吃不没，得三天。哎呦，这饭吃得劲儿，还是掉饭了。这饭包是，一般南方朋友理解不了，说你就这么吃，两个味儿，你这么包起来跟你这么吃是两个味儿，那味儿绝对是不一样的啊。这面跟小时候就是那面一样的样味，真香。煎个黄瓜，这些十块钱来点味极鲜的，少添点水，咕嘟那个五六分钟，好了。不能切细的，细的我怕这面子堵住。妥，不切太细。妥了，开锅喽！搁那五七一下子，这火就老快啊！哎，吃饭喽！手擀面，这店没有，这个是全麦面那个擀的手擀面，这俩多年没吃啊，就再老现在再老那个黑面的五六粒那个，瘦肉、酱干黄瓜卤，哇、啊，
真没想太好吃了啊！人心日子酸腿的，小的腿、老的腿都得酸的。哎，看这费劲，我那倒多好啊！啊？这是多少呀？这烧鸡还有点呢，挺好吃。来，站住！上鸡上哪儿？今天的酱肉王卤正好，就是不那么太咸，昨晚就给泡一些酱肉香菜，着急忙慌的万花鞭炮了啊，快好几万炮了，转身转炮这面跟小时候就是那面一样一样的，真香。哎呀，真厉害。